萨蒂呢？现在去找我朋友吃欧萨瓦。欧萨瓦就是很有名的一个日料。打开看一下，打开看一下。因为过两天是我生日，所以还要买个礼物给我。你做这么幸福，哈哈，谢谢。我现在要拆开吗？可以。好酷。不是还有那种木屐的味道，感觉是吗？这个还蛮小众的。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怎么说，木香木香的那种感觉。我们俩是上来喝酒的，就吃没点个什么，然后现在就上两瓶酒，就一直难吃。现在，然后我们还点了，就一个 share 的 cheesy hash brown， 然后还点了一个那种甜的 toast， 就巨多 toast。好大一口啊！这瓶意思，嗯，太好了，对，很好吃，主要是他们的那个 sesame 加杯子比较绿。就这个沙拉好吃啊，这个酒也太好喝了，没错。这矿好可爱。我说咸的吧，你说甜的。又甜又咸，咸的，真的，这horn是甜的，挺好吃的，还可以啊，他们家味道，非常好。哦，这个沙拉有点挺慢的，是觉得吃起来没有那么生。今年的愿望是瘦3公斤，然后瘦3公斤的第一步呢，就是先把这个蛋糕吃掉。很多牛心呢。Hello， 啊，今天是8月16号，是我的生日，准备在这个 West Hollywood 这个地方吃饭。
然后我刚刚开到了这个餐厅这里，然后运气比较好，然后它前面有一个这个街趴，然后我转过来就有车位。因为你知道洛杉矶就是 West Hollywood 这边，就洛杉矶整个我觉得地区都特别的难停车。我刚才经过餐厅的时候，我总觉得我开错了，你知道吗？因为它长得不像是个餐厅，它像一个那种怎么说，卖家具卖灯具的那种外观。天啊，我的娘啊，这个真的是一家餐厅吗？So today my friend just come over to visit me, and now we're going to go shopping, window shopping, and then we're gonna do our nails. Call us again. Iku yo. Aiyoo. 我都好久没有做过指甲了。我们戴个帽子出去吧，等会要打高尔夫的。对，我戴了的。你戴了的。第一，我们刚预约的 nail salon 店。Oops。好粉嫩啊。绿色。哎，今天吃的是那个吗？嗯，挺好的干。那个干，刚刚说挺好的干。你过来啊。这个好看，你扶拢一点。哦，你看我的钱好多，我的钱呢有点像白色的。太有钱了。